需要闭馆三天搞维修。中国科技馆的设计接待能力是每天6000人，而五一期间的游人却高达每天20000。科学可以进入人们的假期，这件事情说明我们整个人的素质，人对自我完善、自我提高的要求更高了。但接待人数过多也造成了一些问题，一些展品被损坏，影响了正常展出。这些损坏的展品既有正常消耗，也有人为损坏。在今后3天的闭馆时间里，科技馆将对全部展品进行进一步的调试，对于一些操作性强的展品将逐步改进操作方法，以延长展品的寿命。科技馆还表示，今后每年将更新30%的展品，以不断的吸引观众。同时他们也希望人们在参观时能爱护展品。据了解，目前我国正式挂牌的科技馆有200多家，然而真正具有科普功能的仅有30多家。中国科技馆的火爆，给我国今后科技馆事业的发展、素质教育的提高和科普教育的深化提出了有益的启示。这是中央台报道的。目前正式挂。5月4号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大火，延上班时间，我上现代灯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清新典雅、委婉动人的历史画卷。记者今天从广东获悉，近几天肆虐欧美的爱虫计算机病毒已在广州出现。另外。